好，接下来我们要为这几个小姐弟来祈福。彰化深港乡陈姓三姐弟在22号遭到无照驾驶撞击，10岁姐姐跟9岁的妹妹伤重，昏迷指数3，还在跟死神搏斗。而今天院方说明姐妹的情况最新，昏迷指数依旧是3。状况跟昨天相同，开始对光线有反应。虽然三姐弟呢家境贫困，但是热心助人，经常担任家扶中心的小志工。而议员赖清美呢是贴出了多张去年暑假跟三姐弟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呼吁大家为这对伤重命危的小姐弟集气，祝福他们早日康复。网友们也纷纷加油，为这对的小姐弟来为他们加油打气，说家扶儿在逆境当中生命力是勇于突破，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定会有奇迹的。